这把狂热梦魔蛮帅的。这闪光，哎，进了，还有，我要，我要，哦，呜，哇真爽，掉了确定而已，哇牛逼牛逼牛逼，掉了掉了掉了，后面来，后面来，哎呀，哦，有一个很近，他跑上去了，他跑上去了，我烧666我把狙炸回，哎干，为什么炸出去了？我把狙炸出去了，操！快点，哎走了，开门之后就直接乱了。啊，嗯，回缩，我回缩，我开门又关起来，炸小。我开门又关起来，傻小。哇，这反应！真的，毛毛来了，不是人玩个鸡巴游戏，你们真鸡巴能输不？小品零是60%呀！我说你不知道啊。因为我发现有一个人在底下，什么有人在底下？你看有人积分表在底下，你看我脑子上空气杀人剑，至少带你这个废物上天台。哦，治疗看到没？随便晃一下你也信？太单纯了吧？太蠢了吧？哎，他竟然还杀一个人，可恶啊！我说，刚才那把打得我真的快哭了。我爱你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什么？我没听到他说什么哎。刚刚上把发生了什么？